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大象开花不结果，又有什么是宇宙一点
生或生来就要活，是谁说难过还一定要过，是谁说歌曲必须写前奏冲破极限，想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，没有过小声，堵上耳朵。